随时可以向目标发起攻击，快上车！行动！ 别开枪！别开枪！我出来了！我出来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别开枪啊！给我一辆车！现在就要一辆！最后，这个建筑建于上世纪60年代，用来储藏危险品。整个建筑进行了特别加固，墙壁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模式硬度达到8。我们这次携带的武器无法击穿，而在城市反恐中。 使用大口径反器材武器，无异于屠杀，所以我们没有携带。停止攻击！所有人停止攻击！别开枪！停！为什么违抗命令擅自开枪？报告首长，战友受伤，时间不容耽误。你这个要求不会考虑的，我会给你减半人质给我放了。跟他们往拖延时间是吧？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你还会开枪吗？怎么回事？谁开的枪？啊！狙击手，没有命令不准开枪，没有命令不准开枪，信不信我他妈枪崩了你？冷静，冷静！杀人什么感觉？我是人质！再来叫我怎么开枪啊！ 민동, you are under arrest for drug trafficking, human trafficking, weapon smuggling and aiding terrorist activities.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ything you say can and will be used against you in a court of law.